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儒家和墨家是很相像的，因为他们都主张爱。儒家讲究仁爱，墨家讲究兼爱。但是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却对墨家大加批判。孟子名轲，邹国人，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，卒于公元前289年。从年代排序可以看出，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，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。孔子比墨子大80多岁，而墨子比孟子大90多岁。孟子出生时，孔子已经去世上百年。孟子对孔子极其崇拜，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，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。那么作为儒家的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，他为什么要痛批墨子呢？他的说法和墨子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第二部《儒墨之争之两位侠士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个孟子批墨子有点奇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孟子和墨子太像了，反倒是和孔子啊不太像。孔和孟差别很大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呢，先讲孔孟之别，再讲孔墨之同，孟墨之同。孔子和孟子的个性相差很多。第一点，孔子宽厚谦和，孟子刚直不阿。孔子是一个很宽厚很谦和的人，因为孔子是讲礼的，礼之用和为贵啊。礼是讲让的，礼让礼让嘛，礼和让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孔子不管怎么说，他再怎么他要顾顾别人的面子啊，他不会硬邦邦的给你顶回去。孟子就不一样了，有一次孟子准备去见齐王，都收拾好了准备上朝去见齐王，这个齐王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，就派一个人来跟孟子说，说先生啊，寡人呢非常想见先生，只是寡人呢感冒了，不能吹风，因此不能登门拜访。如果先生能够上朝呢，寡人也愿意勉强上朝，我们在朝廷上见行不行？我讲清楚，这个孟子本来是准备上朝去见他的，一听他这话说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感冒了，我也不能吹风，咱不见了吧。到了第二天呢，朝廷里有一个大夫啊，家里死了人，孟子要去吊丧，他的学生就过来说，先生不行吧，昨天先生还说感冒了不见齐王，这今天又出去参加追悼会了，这不合适。工作有什么不合适？孟子说，有什么不合适？我昨天病了今天好了嘛。去了，走到外面一会儿，他的学生气喘吁吁的追过来了，先生不好了，说齐王派医生来了，不是说先生感冒了吗？派个医生来，那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说先生已经上朝去了，说先生你赶快上朝去见齐王。孟子就不去，就不去也不能回家呀，这家里不医生堵在那儿吗？找个朋友家住下来，我找住到另外一个叫景丑的人家里面。这个人就看不懂了，说孟先生，这我不大懂啊，君臣关系是讲理的呀，这个好像儒家又那么讲理，这个孟先生这个做法好像不大合君臣之理嘛，是吧？孟子说，告诉你，
天下有达尊者三，就天底下最尊贵的有三样东西：爵一、耻一、德一。第一个是地位、官位，这个是尊贵的；第二呢，年龄，啊，年纪大的就要受尊敬；第三的德行，道德品质高尚的受尊敬。他齐王不能凭着他地位高就蔑视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修养好的呀。孟子说，所以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招之臣。什么意思呢？但凡是那些有作为的那些君主，一定有不能够召见的臣子。这些君主一旦要向这些大臣或者这些臣子或者这些民间人士请教，是要自己登门拜访的，是不能够招来换来的。啊，你过来跟我讲讲，出个主意，我这是麻烦的怎么办？来来来，那不行的。这样的像我们这样有德的、有学问的人是不去的。所以孟子身上有世人的风骨啊。啊，他有骨气的。他也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，他也推销自己的主张，但他不卑躬屈膝。他甚至这样说，他说：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为为然。那他跟别人讲，他说：你们想游说诸侯和大夫吗？你们想去找工作吗？告诉你，你找工作的时候，你首先把你老板不放在眼里。啊，说大人之藐之，先藐视他，无视其为为然，不要为他那个崇高的地位给你吓着了，那你才可以宣传你的主张。那人家会问了，那我找不着工作怎么办？孟子没说，我替他说了，拉倒呗。在家待着呗，你说这孟子是不是一个是刚直不阿的？这第一点。第二点不同，孔子温文尔雅，孟子心直口快。孔子说什么话呀？他都是绕着弯说的，客客气气说的，让你去心领神会，你要不领会他就算了。孟子就没有那么温和了。啊，孟子去见齐宣王，他说有一个人，啊，一个朋友，这个人出门的时候呢，把自己老婆孩子就托付着给这个朋友了，托朋友照管。等他回来一看呢，他老婆孩子饿、冻，没人管。大王，你说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？宣王说：“弃之，断交嘛。”这样的朋友你要干什么？啊，对，孟子对了。他说：“又好比说有一个官员，他根本管不住这个部门。大王，你看这样的官员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宣王说：“已知，撤职。”孟子说：“好啊，一个朋友，你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他，他没照顾好，你应该断绝交。”是吧？一个官员，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他的，完不成任务，你应该撤职。那么，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国家，把这个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，应该怎么办？知道齐宣王怎么回答吗？罔顾左右而言他。齐宣王就把脑袋别过去了。哎，今天网上有什么事儿？他不回答，这个话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告诉大家，这是孟子比较客气的话，不客气的以后再讲。所以孟子这人不讨人喜欢，你说谁喜欢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孟子不管，该怎么说还怎么说。孟子有一个观点叫做不直则道不陷，
就真理都是正直的，真理也都是直白的。如果你不能用最直白的、最明白的、最通晓的、最直截了当的语言把你的观点说出来，你的观点就不是真理。真理有什么可怕的？真理怕什么？所以孟子不管，照说。这是孔孟的第二点不同。第三点不同，孔子为人低调，孟子个性张扬。孔子是很谦虚的，他说我呀是述而不拙啊，我只是做传承工作，我没有创造。即使孔子有创造，其实孔子怎么没创造？孔子创造多了，但是孔子是寓创造于传播，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，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和体系。你看起来他什么都没做，实际上做了很多，但是他孔子还说我述而不拙啊，若胜于人则无其感啊，你要说我是圣人，说我是仁人，我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很谦虚。孟子不谦虚，孟子很张扬。孟子的名言是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事，舍我其谁也。你们想天下太平吗？想不想天下太平啊？如果想天下太平，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？就我。还这个棋盘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所以孟子对谁都不客气，包括对他的学生，他可不讨好学生的。孟子也有，你像这个孔子呢，他是谦和的，是吧？孔子对学生很好。那孔子的名言是啊，自行书修以上，吾未尝无愧。啊，只要你送十条干肉啊，做个见面礼啊，表示尊师重道，我总归要给你一些教诲啊。当然这个教诲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啊，不一定就是上课了，也可能是回答点问题啦，是吧，等等。孟子怎么说呢？孟子说，愚之不学之教诲也者，是以教诲之而已。就是我不屑于教他，那就是教他。那看来这孟子有些他是不屑于教的。你上面你拿十条干肉来也不行，你要讨教，我懒得回答，我懒得回答你的问题，就是回答你的问题。这话也孟子敢说呀？谁敢说呀？你们老师敢吗？这我们学校里当老师的谁都不敢说，这说了那不炸了营了，那网上那孟子就敢说。个性张扬啊，是吧？个性张扬。所以孟子比孔子想得开，孔子是有牢骚的啊，我们前面讲孔子都讲过了啊，什么我的道，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啊，我想做个木筏子漂洋过海啊，啊之类的牢骚话呀。孟子他比孔子想得开一些，他也是到处碰壁啊。因为儒家的药方救不了当时的社会，没人听他们的。那孟子和孔子一样是周游列国，一样的到处碰壁。但是孟子怎么说呢？他对一个人说，他说你想游说诸侯吗？我告诉你怎样游说。怎样游说呢？人知之亦萧萧，人不知亦萧萧。萧萧是什么意思呢？快乐。我们去游说诸侯，我们去推销自己的主张，人家理解我们，这个知可以翻译为理解了，人家理解我们，接受我们的观点，我们开心；人家不理解我们，不接受我们的观点，我也开心。
我干嘛不开心？为什么我们君子能够做到时时刻刻开心呢？因为我们尊德乐义，我们尊重的是道德，我们快乐的是正义。我只要我是正义的，我就快乐，人家理不理解我，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孟子说，尊德乐义，这可以萧萧矣。只要你尊德乐义，你就永远是一个快乐的人。人家理解你，你也快乐；人家不理解你，你也快乐。然后孟子说，故事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不离开正义；我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也不离开道义。德智则加于民，不得志修身陷于世。就是我得志了，我做官了，我有条件实现理想了，我就造福于民，造福一方，把恩惠交给老百姓。如果我不得志怎么办呢？我管好我自己，用我自己的优秀的品质，我自己的表现给大家做个表率。这就叫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就归根结底，是因为我们儒家讲道德，我首先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，堂堂正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实现我的政治理想，我把这个理想让人民信服，做不到我做表率。这就是孟子。所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对孔孟的这个比较啊，孔子宽厚谦和，孟子刚直不阿，孔子温文尔雅，孟子心直口快，孔子为人低调，孟子个性张扬。所以我对这两个人各用一句杜甫的诗来形容，孔子是润物细无声。我们读论语啊，我们读论语啊，如沐春风。孔子是温柔敦厚，春风化雨，润物细无声。孟子呢，我们读孟子的书如闻战鼓。你读了孟子以后，你就学着直接拿起一个什么家伙出去，这干点什么事情才行。所以孟子是侠肝义胆，气势磅礴，一洗繁马空，这是孔孟之别。从这一点上呢，我们会发现孟子像墨子。如果我们给孔子和孟子各勾勒一个形象的话，孔子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长者形象，而孟子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斗士。虽然我们讲孔孟之道，孔孟之道，实际上孔子和孟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在易中天先生看来，就个性而言，孟子更接近的不是孔子，而是墨子。那么孟子和墨子有哪些相同的地方？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孟子和墨子的共同特点是都行侠仗义，都反战爱民。如果要细分一下呢，那就是墨行侠，孟仗义；墨反战，孟爱民。墨子的行侠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墨子救宋啊。这当时鲁国的一个工匠叫公输班的啊，就是鲁班了啊，发明了一种工程的器械，啊，把这个专利呢卖给了楚王，楚王呢要去打宋国，墨子得到消息，十天十夜赶路赶到郢都来见楚王，
然后他先见了公输班。公输班见到墨子说：“先生不远万里而来，有什么要兄弟我效劳的吗？”那孟子说：“我在北方有个仇人，想请先生把我帮他做了。”墨子的脸，鲁班的脸就拉下来了。然后孟子说：“事成之后200斤。”公输班说：“这个太不像话了吧，买凶杀人，鄙人亦不杀人，我义士，我主张正义，我怎么能够为了钱去杀人呢？”我说：“一个都不杀，一个不杀，一个不杀，你们去打宋国杀多少？你打宋国干什么？”这个公输班说：“那不是我要打，楚王要打。那楚王要打，我们见楚王。”墨子再去见楚王。墨子就问楚王了，他说：“有这么个人呢，家里有的是山珍海味，他去偷邻居家的酒糟米糠；家里有的是绫罗绸缎，他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。”家里有的是高级轿车，他去偷邻居家的这个破车子。这是什么人啊？孔子说，那个楚王说，这人有病，盗窃病。墨子说：“是啊，现在楚国和宋国就好比这两家人。你们楚国地大物博，应有尽有，宋国又小又穷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你打他干什么？你楚国现在多的是土地，少的是人民，你地广人稀。宋国呢，多的是人民，少的是土地。你一仗打过去以后，你还要牺牲你的人民，得到那么一小块多余的土地，你干什么？你这不是有盗窃病吗？”楚王也没有话说。但是楚王和公输班他都不愿意就此罢手啊。那楚王说：“但是人家他的工具都发明出来了，那不用不是白不用吗？”那墨子说：“那好好，我们用用。”于是墨子和公输班解下腰带来，用腰带做成一个城的形状，然后让公输班拿一块板子模拟这个工程，墨子也拿一块板模拟守城。怎么样呢？公输班久设攻城之机变，墨子久拒之。这个久什么意思？大家都说是多次，告诉大家，也有书翻译为就是九次。冯友兰先生的书就是九次，所以说九次也不是硬伤。九次多次都对。九攻九守，最后公输班没招了，黔驴技穷。墨子绰绰有余，公输班就说了：“我有办法对付你，我不说。”墨子说：“我知道你有办法对付我，我也不说。”楚王说：“你们说嘛。”墨子说：“我知道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把我杀了，我杀了就没人帮宋国人守城了，你们就可以打宋国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学生300人带着我发明的机器，拿着我想出的办法，已经守在宋城之上，单等楚兵来送死了。”而楚王说：“那不打了。”那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墨子回去了，回去说路过宋城的时候，天上下着大雨。墨子说：“能不能让我进去避避雨啊？”宋国人说：“你别进来，不让你进来。”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墨子跟宋国没有利害关系，他纯粹就是行侠。
纯粹就是实践他的学术主张，反对侵略战争。所以墨子是侠义之人，孟子也一样啊，孟子仗义啊。他们周国有一次发生这个战争啊，邻国打过来，周国的官员有30多个人被邻国的军队杀了，周国的老百姓在旁边袖手旁观看着，这周国的国君就气不过了，说我的这个人民怎么这样呢，这些见死不救的家伙是不是该整治整治呢，你要整治吧整治不完那么多，不整治吧心里这口气咽不下去啊。孟子请来问问先生认为应该怎么样，孟子说活该啊，谁让他们对平时对老百姓不好的啊？那一年我们周国发生饥荒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没有饭吃，到处要饭，年轻人逃难要饭，年老的饿死在家里面，国君你的仓库里有的是粮食，有的是珠宝，有的是肥肉，你的官员就不向你报告灾情，看着老百姓饿死，这样的官员死到临头的时候没人救，不是活该吗？活该，仗义啊。所以墨子行侠，孟子仗义。其实从上面易中天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孟子不必痛批墨子，他们两人不乏相通之处，很像两位侠士，一个行侠，一个仗义，这就是行侠仗义。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，一半来自墨子。而在易中天先生看来，孟子和墨子相似之处还远不止这些，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相似之处呢？第二个，墨子反战，孟子爱民。墨子是反对侵略战争的，他有一篇文章叫《非攻》嘛，反对进攻别人。墨子这个《非攻》篇呢，就是墨子的反战宣言。可以说，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主义者，而且是主张以战争反战争，啊，以反侵略战争来反对侵略战争，保卫和平的。在这个《非攻》篇里面，墨子有一个说法。墨子说，有一个人偷了邻居的桃子、李子，我们大家都说他是坏人。又有一个人偷了邻居家的鸡和狗，我们说这个人比那个偷桃李的更坏一些。又有一个人偷了人家的牛和马，我们又说这个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又坏一些。又有一个人杀了人，是杀人犯，我们说这个更坏了。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？就是你损害别人这个程度越大，或者说你让别人受到的损伤的这个程度越大，罪过就越大，是不是？所以偷猪狗的罪比偷桃李的大，偷牛马的罪比偷猪狗的罪大，杀了别人的人的罪比就杀人罪比盗窃罪大。可是现在有人带着军队成群结队的去杀人，一杀杀那么多人，不但没有罪，大家都说他是英雄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这什么道理啊？这没有道理啊。像这样打着各种旗号，率领着军队去大批大规模屠杀别国人民的人，该判什么刑呢？大家说该判什么刑呢？孟子回答了，孟子说判最重的刑。
孟子说呀，杀一无罪就是不仁。你只要杀一个无罪的人，你就是犯罪，就是不仁。何况杀人淫也，杀人淫臣呢？因为孟子这个时代比墨子的时代就还黑暗了。墨子是春秋战国之交，孟子已经到了战国的中期。孟子形容当时的战争是：争地以战，杀人淫也；争城以战，杀人淫臣。就是为了争夺一块土地，把这个土地上的人全杀了；为了争夺一座城池，把这个城里的人全杀了。孟子认为这样一种战争简直就是罪大恶极，所以孟子提出一个观点，叫做善战者服上行。越会打仗的处分应该越重，当然这指的是侵略战争。实际上这个中国的战争从春秋开始啊，就已经没有正义战争，叫做春秋无义战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完全都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私欲，置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于不顾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墨子和孟子都是反战的。墨子反战，孟子爱民。孟子是为老百姓说话的。孟子和梁惠王有一段对话。梁惠王呢，就是魏惠王，就是魏惠王，是魏国的国君，因为他迁都到大梁，所以叫梁惠王。孟子和梁惠王有一次对话，孟子说：“拿一根棍子杀人和拿一把刀杀人有区别吗？”而梁惠王那没有区别，都是杀人吗？孟子说：“好，那么用棍子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？”梁惠王说：“那也没有区别，都是杀人吗？”孟子说：“好，没区别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看看你的梁国，你的魏国是怎么样的情况。你的魏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袍有肥肉，厩有肥马。你的厨房里面堆满了肉，你的马厩里面全是膘肥体壮的好马。可是你的人民怎么样呢？民有饥色，也有饿殍。你的老百姓是活着的人面黄肌瘦，没有饭吃，野地里到处躺着饿死的人，这就是你的政治。你这不是用政治杀人吗？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率兽而食人也。你这叫做率领着野兽去吃人。野兽之间互相残杀，人都看着恶心，何况你一个做人君的，你一个做民之父母的人却带着野兽去吃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民之父母？这家伙他就这么当着君王的面就这么说。可以说他这个爱民的力度啊，还要强于墨子呢。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出来，
从个性看孟子和孔墨相比，他更接近墨子而不是接近孔子，从立场来看也接近墨子而不是接近孔子。然而就是这个孟子在儒家当中第一个站出来痛批墨家，还把话说得那么重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而且我们甚至去比较孔子这个墨子的观点和孟子的观点，我们也能发现他们的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墨子的兼爱是怎么说的？世人之国，若是其国；世人之家，若是其家；世人之身，若是其身。就是看别人的国家就像看自己的国家，看别人的家族就像看自己的家族，看别人的身体就像看自己的身体。孟子怎么说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因为我自己家里有老人有父母，我像对待我自己的父母一样也去对待别人的父母，我自己家里有子女有兄弟，我也像对待自己家里的子女兄弟一样对待别人的子女兄弟。这个和墨子的世人之身若是其身，世人之家若是其家，世人之国若是其国，不是很像吗？这么相像的两种观点为什么会水火不容？为什么会发生那么激烈的冲突呢？他们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？我们下一集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谢谢。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四大爱情传奇之一。传说有一对相亲相爱的年轻人，他们生时不能成为夫妻，死后便化作一对美丽的蝴蝶，永远相恋在一起。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梁山伯和祝英台其人呢？他们是如何相识并相爱的？浙江大学段怀清副教授继《白蛇传奇》之后，继续为我们讲述中国四大爱情传奇之《梁祝传奇》第一集《改装求学》。